欢迎收看《标股日报》，今天是11月28日，我是主持人庆恩，在我旁边的是 Dr. Rich 许博士。Happy birthday, Rich！ 大家好。《标股日报》呢会在前一天提供你5档股票，没错，你没听错，不是4档，也不是6档啊，就是5档，只怕你没有胆在前一天买到好股票。那赶快加入《标股日报》呢，财富才会早点到哦。许博士，我们今天大盘指数是跌破了11月1号的低点呢、这个电子全指股啊，其实卖压是非常的沉重，包含台积电，它是在1000元上下震荡啊。那你要怎样选到好股票呢？别想了，不要想，我们就直接选对分析师，我们选许博士就对了啦。是，你看这个大盘啊，还是一样嘛，昨天就重挫，那今天状况也没有，也没有好转到很多。可是我们哇，这太扯了，我们先直接破题给大家啊，就是连续六天的涨停，对，是什么股票？我们说一下，8101的华冠啊。连续六根涨停板了、我们标股日报连续推荐6次。那、你主持人，你是不是每天都在讲这一档？我讲华冠讲到嘴巴都酸了，累了，不想再讲了，因为在讲哇，那大家又不买，那我干嘛白讲嘞？你第一天买到，你现在就哇60%了，对，60%嘛。是啊，你既然你打了60%，那你看指数，你刚刚说跌到多少？哇，现在已经22000了。是嘛？那、你到你涨到60%了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就是它嘛。对、每天都在讲。对，大盘在跌，但你选的股票其实还是有上涨的，对呀、这太扯了。你看，我们在11月10号就盘后就开始推荐了，就是箭头圈圈化的那个地方，是啊，他就开始推荐了，11块多的时候了，现在20块了嘛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其实也不怕你们投资者来验证哦，你们其实可以去翻以前的影片哦，都可以知道许博士其实都有推荐。那其实你有加入李周标股日报，那你更直接哇打开那个记录嘛，对啊，就直接看我们上面写过什么 啊，因为白纸黑字留下来的都不可能骗人嘛。是啊，你骗人，那你就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啊，我们真的没有。那你不想打165反诈骗专线，就是要赶快打我们的李周标股日报02-7752-1393，用免费试阅前3天，让你享受涨停板的滋味哦！你看，你错过这连六根涨停板，对，是。那你接下来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再连六根啊？是嘛？上次是6万颗 KY 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啊、现在又来一次哈、哦？是啊，那这么好的机会，真的大家不要错过哦。好，那我们除了华冠，是好，那我再看一下，刚才讲这是昨天的嘛哈？这画面，昨天的画面了哈。是。那是前天的画面了哈，每天都有，那礼拜一的画面啊、那个都是我们都有记录下来。是啊，那这档股票是目前价涨量缩，大家我已经告诉你为什么弄量缩嘛，大家不想卖，大家不想卖啊，啊，六根谁要卖啊？是啊，好，那外资内资都持股嘛，对，啊，那这个股票你只要不跌破10块钱，目前都是持股可以续报。是，没有错。所以你看我们标股日报啊，不只是跟大家说有哪些是好股票，我们连怎么操作这个操作建议都写在上面，清清楚楚的。哇，一天55元而已，你收到这么多的资料资讯，我真的是，我们是慈善机构哎、我们应该不是财经机构，我们是慈善机构。好，那我们除了刚刚讲的华冠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是德利，德利啊，今天也是有涨停哈、那这个目前大盘在震荡嘛，它盘正在跟着震荡啊，那昨天它也是。昨天是涨停咯、昨天就推完全讲到它连两日了、啊、连两日了、那今天就看收盘会不会涨停，那在盘中有涨过停了、那你看这个就是我们11月16号礼拜二盘后推荐嘛，对、所以已经连续2天有涨停板了，就 20% 了，没有错。是，那它的这个技术面跟筹码面的部分、那技术面上它是有稍微有一点放一点小量出来、那但是外资持股、虽然外资小卖，但外资有12800张、所以大家不要看到黑影就开枪、对对对哈、那这个营收它已经转正成长了，所以这个股票那个留意，其实大家可以关注一下。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选到什么样的好股票的话，就是赶快加入我们的标股日报02-7752-1393，许博士有许博士团队在1000多档股票里面帮你精挑细选5档好股票。哇，这个大盘是跌成这样、我们选5档，然后一个是连六根涨停，连六天啊，一个两天两日连两日涨停，对，哇，然后里面还有很多这个操作建议，在你最盲目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就应该要让我们的许博士领导你们一下。那我们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财经新讯跟报报报啊，对，我们这个刚刚讲的时候是短线标股嘛，是，
啊，短线标股连续六天也不短啦、啊。对、啊，是不是？60%，你随便掌握个两三天，你20-30%嘛。是啊，是啊。哦，那这个我们这个标股日报了哈，除了这个短线五档的标股之外，是，你看看画面的这个看到的地方，就是第一页会呈现哦，每周的周绩效，没有错、哦，都会展现出来。然后还有波段的这个强势操作。对，那第一右边的这个就是会有提到三则的财经重要的新闻，没有错。哦，像昨天就有这个银广嘛哈、哦，对。那另外就是还有盘势分析，盘后的这个分析、哦、对台股的盘后的分析、嗯哦，而且不止台股，其实连国际的都有、欸，都会提到哈、哦。是啊、哦，那右边呢这边。就是波段强势股，是除了短线标股之外，还有波段强势股。是啊，那左、你看这个左边这个就是昨天的嘛，对，左边这边就是短线标股嘛。是啊，好、哦、啊，标股你看呢，刚刚讲的那一档六啊，哪一个啊？华冠了是吧？里面就有看到了，对，8101的华冠、啊，是不是在右手在左边那个？右边那右右上角那一家就华冠嘛，没有错、啊。所以你站在标股上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东西。所以说你看嘛，因为我们像华冠，它连涨六天嘛，那你免费加入前三天的话，你就享受30%。那如果你自己是聪明的人，知道哇，这个真的是好康的东西啊，赶快买下去哇，直接60%，是再来再赚、嗯。好，那我们其实今天也是介绍了非常多我们标股日报里面的东西啊，因为我们之前比较少把那个标股日报的东西放上来，那因为这一次真的是希望大家不要。不要被这个大盘影响太多，那赶快加入我们的李州标股日报，让许博士带着你往前冲，是那个向前的钱，也是钱钱的那个钱。好，那赶快拨打电话02-7725-1393。那李州标股日报这一集就到这里喽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庆祝理财周刊24周年庆，李州 TV 观众独享拨打电话02-7725-1393，立即获得最新一期理财周刊，抢先掌握最新理财资讯，洽询专。线02-7725-1393，02-7725-1393。